家好，我是团长 Aston。 那台湾对我来说呢，就算到过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还是不够的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要到台湾不一样的地方，发掘更多好玩的地方，也发掘台湾更多好吃的食物，所以一定要参加我们的行程，静态之旅，探索台湾新的响应。耶、yeah. 欸，吃早餐啊、哦、快点啊。好的早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，这姊妹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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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早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，陈志明永远在这里欢迎。